OK，Let's、okay, go。OK，Go、okay, 鞭炮。是说我好不习惯番茄不是龙哦。哦，是龙龙被人家拿走了。我知道啊。我是抱歉，你可以没关系。所以我刚才看到猫头鹰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是招招。可是这只猫头鹰很灵活哎、欸。不要这样子啊！那只龙只是太久没跑跑而已，它等一下就没有。我是重点是说，你以为这只猫头鹰是照抄，那你不会觉得这只猫头鹰很灵活吗？哦，但是你知道我很忙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看那只猫头鹰不灵活，我只会看到它啊，我要跟它撞在一起了这样。那你们会相撞的，永远只有我啊。也是啊，因为我会用走的。我换羊脊鼠吗？可以哦。呀，我们的闪客熊。我天！我刚刚这关好陌生哦，应该是我没玩过的。不要再一直丢骑士了，拜。好的。我去切鸡肉、洋葱、马铃薯、骑士各一。好的。我拿鸡肉砸我。我觉得走到，你就去另外一边，帮忙备料吧。好的，有什么？马铃薯，然后洋葱。好，哦，你要来拿是不是？对啊。那到底要不要上去帮忙切啊？直接上。哎、欸，这还没有做。第一道可以上喽，第二道也可以上喽。爸爸帮忙洗盘子好了。爸爸，再一个起司，马铃薯起司。太好了，我这样说，我觉得我没有看到包菜的，真的没有空。哎，收到。啊！哎，包起来啊！那个，爸先拿。那个他们炸的，洗盘子喽。再下一份是马铃薯跟那个洋葱哦。那几次啊？啊？马铃薯有了，我下洋葱吧。那个帮我读一下。马铃薯。好。我刚听不到你讲话哎、欸。对，那个真的没放屁。我刚刚把那个洋葱讲成起司了，抱歉。脑袋想的是另外一个东西。哎、欸，我从起司，等一下，那个，再给我一个马铃薯，再给我一个马铃薯。等一下啊，好。哎呦，我被截掉了。这可才大 boss 吧？真的。再一个洋葱，再一个起司，再下一道是马铃薯起司。对，收到洗盘子喽。真的那个、哦。倒掉，因为下一道那个起司还要很久，起司直接倒掉。起司倒掉。啊！差一点点。OK， 我已经开始熟悉了。我不知道我今天的 Overcook 很不配合，它会黑屏。会累个，然后我就是某种东西一直拿不到。我刚刚也是，
差点整个烧起来。我那时候完了，点点阿瑶那个，我说阿瑶那个感觉下面就要烧了，怎么样下去救，然后又好了。最让我崩溃的部分就是下面所有的东西都在响的时候，在响，都没有人去打，不然我下去支援哦。别不用吗？你先拆，因为下面超多人。长弓其实，双错。我知道。再到马铃薯跟洋葱哦。好。遇到可以上。再备一个洋葱。洋葱丢啊！抱歉。然后看盘子上来拿。来。那个地板我来顾好了。马铃薯、洋葱再一份起司。我接到了。来切。哎呦，抱歉。然后一个起司。没事，等下把这个洋葱跟马铃薯煮起来，里面的对对对，煮。他怎么煮哎、欸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有起司掉进去了？啊？没做了那盘，把那盘做熟了。他要不要倒掉还是怎么样？哎、欸，那再一个洋葱，再煮一个洋葱，然后我又那个了啦。我也那个，我也那个，大家都那个啊。这个地方会掉下去哎、欸。会。对，没有错。我洋葱补给你喽。我有点想要重来，为什么？刚刚一瞬间累个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。不知道自己去哪了，拿不到东西。这等于是炸好的东西，它是没办法移的耶，好尴尬哦。都这么惨。先马铃薯起司，再下一个是洋葱，马铃薯洋葱。显卡，那个大盘放置，看过来，下一个。哎呦，快去说，六吧。洋葱，再插一个洋葱，插一个洋葱。有没有洋葱？对，行。好好，都不下。做到第几道？第二吗？对，现在。再插一个洋葱啊！再一个洋葱，好。起司洋葱，哦，等一下。起司马铃薯起司，就这样。没有，我回来了。那个洋葱，啊，马铃薯对洋葱。那再一个马铃薯，再一个马铃薯起司。好。我找到另外一段被坏皇后 diss 的影片。在找那个吗？突然就跳出来。下一道是马铃薯洋葱。啊！弄错了，等一下，没事。弄错了。有过 吗？没有，好像过了。过了、啊，六分过关。过了，呀，成就奖喂，去看是什么？套餐。哎呦喂、啊！我可以往下走了，可以走，可以走，可以开始过着两星的生活了。整个颓废起来，完全没有那个，没有什么进步性。今天是不是你帮我生日？为什么大家一片静默？什么东西？因为我刚刚说今天是不是你放的生日啊？没有记啊？应该是吗？是吧？移动左右，又忘记了。
刚刚主题曲。这四个人会被隔开，也没有啦，他会已经突然换换去。东西给我切，好远哦。走，丢给我。要换了，要换了，要换了。哎、欸，对不起。东西，面包，面包切，这个可以送喽。哎、欸，你下来，你要比我好。抱歉，哎、欸，我在哪里？你下，要在上面。要换，要，还有，要换了，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，这边都有人。完了，好可以啊，累到爆。我真的也是累个爆爆炸，这是要加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降在上面，左上方。要换了。哎、欸，用这个还是概念、欸。这个降是错的，这个降是错的。那红色的在哪里？告诉他，我可以用从右边的按钮换。哦。啊，走错路了。哎、欸。去帮我开枪。是不是？面包要切，哎呦！觉得该在哪里的人就要在哪里啊！对，这边是试探哦，有没有人不死？为什么一直有洋葱啊？不是已经？好混乱啊！下机下，没有香肠。洗盘子哦。他在动脚。再来。有人拿面包，要拿盘子哦。来人啊！四个盘子都在这里，我没有人拿。我切的，让我切，我切拿下。没有人切。有了。搞清楚状况，有一点没有，因为豆豆没有碰过这个关卡，而且我刚刚也有点搞不清楚那个状况，他那个变得没有很规律，然后我就找不到在哪里。嗯，他一次只会集中一个。哦，好，我觉得还好，我好像也没碰过热狗，我也不知道面包切。啊，叶罗好像也都是看的。对啊。我那时候好像只有在帮忙看那个酱料要换，就是某一关的时候。第一点，所有面包都先切，酱料直接放上去，然后热狗先弄。哎、啊、呦，这边可以直接丢过去，他可以去。哎、欸，他刚，他怎么第一个可以？切面包，切了。洋葱不用那么多吧？
洋葱不是两个就好了？我只放两个啊。刚刚谁丢给我第三个？那是我。你想，你想，这，你想。去，给你过。哎呦！切面包，切面包，撞到爆。有了那些面包，不喜欢。四周，切酱料，帮我切酱料，好色的，好了。帽子还我，在哪里？看不到我在哪。那个这个我先弄一个酱了，给我过一下，不好意思哦。拿洋葱，拿洋葱，然后可以走。我上面，你先放，你先放。一个原味哦。没有。原味在最下面，原味在最下面了。原味在最下面吗？原味在这里。再来一个洋葱，一个黄酱。没有面包哦，有了。洋葱切喽。好，我去弄黄酱喽，不好意思。切面包喽！啊！哎呦！飞过去！笑死！再一个洋葱。换酱，换酱。好，飞过去。OK。喜欢吃喽！哎、没有，因为现在没有盘子，现在没有盘子。那个还没有，要、那個、煮，那个要去煮。哦，好。这个下面也要煮的。对对对。换位换阶梯。啊！给我，给我！我被人叫过去了，我被人叫过去了，没有面包。帮我换酱，换酱。你跟谁讲话啦？不、哦，好，给我，给我。拜拜。可以啊，过了。我杀掉。面包女超人。面包女超人。有点好笑，其实高蛮多。觉得这个 DLC 比上一个盒还多，太酷了这个。还好吧。哎、欸，要回去了是不是。哦，来吧。食材国王又要讲话。哦，尊荣的贵宾。我们来看看这次你们又为这场盛宴带来什么？我的天哪，这是我最爱的口味，汇集了料理奇迹啊！哦，糖醋调味让我们的王国强大又宏伟。没错没错，庆祝活动不能没有这一位。照这样看来，我们的派对将创造新的历史，是时候了。哦啊，对，那穿什么呢？要穿什么呢？那不用穿衣服吧？厨师们，请加紧脚步，利用我看快文独照时间，在马戏团中找寻庆祝活动的终极食材。干你呀！请做这个名字的决定吧，走吧！辞职不干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他们这个好像都可以？可以互动，但是看起，看不起。名字的决定，你是不是抓着他的领子说，讲快一点？
别讲废话。哇，是 S 型跑道哎、欸！哎、哦、呦，完了、哦，拐尾，这个似曾相见呢、啊。那一层应该有两个。来个秋名山甩尾吧。这个关卡是不是看过超级比无敌类似？似曾相识。我在下面。巧克力切。切的在哪里？巧克力切的。在哪？哇、哦，给我一份。给我一份。还有什么？先要炸，还都不用炸。别搅拌，搅拌。是他们是搅完那个之后拿去炸，他会甜甜圈炸甜甜圈，炸这个炸。我需要什么防沙？下一道是蜂蜜，再下一道是梅果。我准备好了。发射哦！没有人哭这个了。交，那我这边要干嘛？这边就是大家都要交换。对啊，攻守交换。哎、欸，还有没？比较炸。然后下一个是攻守交换，攻守交换，来来来。什么？你还没？你没有拿东西呀、啊？什么东西？东西。啊！不是我，我觉得我们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 ，again again again， 放弃了，他已经发言了，他已经发言了，我躲最后了，我要把你发射出去，然后发现你什么都没拿，我就看着，我想说，等一下，阿瑶你要出去，你还没有拿到，我只是想飞而已，没过，带我飞，带我飞，好不好？反正就是只要有人上，有人过来的话，有一个人就要补上去，没。然后蜂蜜，救货救货救货！啥？我觉得飞真的太于事无补了，飞就等于那个空的家人全都要递过去。我帮我交换吗？好吧。拿一个那个。哦，我都是接得到，哎。换我了，快快，带东西接一下。哦，哪里的可以告诉我？看一下哦，蜂蜜，梅果，下一个梅果，梅果有了，再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没有盘子了，没有盘子了，哎呦，这是哪里？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发射啊！好吧，那我先来吧。送这道吗？不是送这道哎、欸，我们要照顺序吗？要。可以照顺序，或者照顺序啊。旁边那一道顺便帮忙送一下。送到哪里、啊哎？巧克力，巧克力，莓果，莓果跟蜂蜜。啊，好挤啊！他是故意的。啊。谁把巧克力弄两个？发射我。哎，我妈，真的，这什么东西？要丢了！我不知道在做什么。洗牌子哦。好，盘子有办法拿过来吗？哎、欸，没有梅果。梅果一。哎、欸，还有什么？是坏掉了，有一点黑色的。没有，是因为那个没有放，没有放进去。我进了，我那个，我那个了。我那个，我也那个，我也那个。玩东西完全没办法放。完了，我们换网路了啦！我东西完全拿不起来，我要换网路了。糟糕，可以重来了。
还是重来，先出去混个步，不行。先出去，先出去，不行了，直接爆掉了，完全不知道在干嘛。还是他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。换网络啊，换网络啊！我什么东西都拿不起来。我怎么不要放假？那是漂移。那你在甩尾？打眼。我来切了网络。对啊，那 WiFi 其实会突然间很慢，然后又会很讨厌。不然今天就先玩到这样，问号。如何？没意见。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吧，然后就有一个人不见了。哎，老师出去换网络的意思吗？对。对啊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有声音了吧？有，再压我一次，啊啊、谢谢。没有，就是说，不然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好了。哦，都行啊。可以，我们改天再战。也许今天网络不真的不太行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两个同时玩就一定会这样，一定要切。对、啊，我一开始还想说还可以，就前面好像撑得起来，然后后面就不行。因为我们家的网络会突然间变慢。会。没事，好嘞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如果你喜欢，就帮我们点个喜欢，还想再看的话，记得按下 YouTube 的订阅，按下 Twitch 的追随。我是番茄鱿鱼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